大哥，这小子不是在耍我们吧？啊，这都多长时间过去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你倒是还想他的？我看这小子就在耍我们，别留了，我砍了他！想不到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我们走。现在我们也算患难之交，生死与共了。
你想要什么，爷都可以给你。当真什么都可以？那是自然。其实妾的心愿很简单，就想能开一场烟花。从小到大，我从未正经看过一场烟花，从来见的都是他人的繁华。所以爷若送妾看一次烟花，我也便心满意足。那还不简单，我们不是要筹办平西王的寿宴吗？到时候我就带你去。谢谢爷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儿时落下的病根，时不时就会有，不用管它。我小的时候也生过一场大病，药石无灵，我娘急得没办法了，于是跑去求神拜佛。后来四姨老和尚给了他这根红绳，也是神奇的很，我带上他之后病就好了。现在我给你系上，你的病也就能好了。璀璨方，这地儿这么寒碜，能供上我要的货吗？这药花铺子不比其他，都摆出来，万一走水怎么办呢？这位顾客想要点嘛，从这儿挑。这个，这个，还有。算了，这一本每样给爷来三个，你觉得呢？都听爷的。三日之后务必给我送到平西王府。好嘞爷，我们走吧。客气了，你别请了啊！平西王，今日平西王寿宴，小生吴鸾特来祝贺，恭祝平西王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国舅爷大驾光临，本王内心甚是欢喜呀、啊！王兄讲的，随意啊，随意。哎，平西王，顾丞相，老夫特意。云裳，一会儿入席之后，男女眷是分开的。京城那些女眷也可是了解的，要是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反正一会儿吃完饭，便能看烟花了。放心吧，爷，云裳有分寸。那我先过去了。不要玩笑了，顾丞相，国舅爷。近来身体可好啊？托国舅爷的福，身体好得很。国舅爷近日可好？哎，你看了那国舅公府养的金丝雀了吗？好像真是他。我听说皇上有意给这草包国舅指婚，你也在这名单之列呢，是吧，魏如？说八卦别带着我，我可不想嫁那草包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，看。你果然长得十分好看。哎，你会一哭二闹三上吊吗？什么？
皇后要给他那草包弟弟指婚。我是顾魏如，我爹是当朝宰相顾平章，这几日看情形，我怕这次是逃不过了。我不喜欢吴兰，若你真是和他情真意切，回去啊可千万要严防死守，莫要让吴兰答应了这门婚事。顾小姐，这方面呢，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，你尽管开声，只要你能不让我嫁这草包国舅，咱俩呀可就是好姐妹。懂了。最佳位置，我带你去看。你快看，看，你要是觉得没看够，等爷回去单独放给你看。好。爷，顾丞相他们想同您喝个酒。知道了。我去应酬一下，马上就回来。我在这等你回来。也许过了今晚，你就是陌路人。Thank you.
今日不知明日事，这偷来的欢愉也不知道能维持多久，有一日算一日吧。敢偷袭爷可是输不起的，赶紧给爷还回来。那根红线呢？这毛病我从小就有，时好时坏的。看来爷给你的这根红绳还是有用的，你得好好带着。嗯。爷，皇上圣旨，召您进宫面圣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乖乖在家等我。臣吴鸾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这儿没有外人，你们姐弟俩就不要这么绷着了。陛下说的是。姐，你怎么好像胖了？你越发没个正形了。皇上，那臣妾去命下人准备些吃食。嗯。你不要太放肆了。知道。朕啊，真没看错你小子，来京不过一月，就借着旭宇阁之手替朕铲除了这心腹大患平西王。哎，陛下谬赞了，臣不过就是侥幸罢了。你就不要谦虚了，要不是你设局在平西王寿宴上动手，这事绝不会这么顺利的。陛下，臣已将那个旭宇阁的杀手控制在身边，昨夜他行刺失败，若是想要再动手，想必必是艰难，所以臣打算推波助澜，帮他一把。嗯，眼下平西王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，若他真因此死了，也算是解了朕的心病。可朕召你回京，最紧要的还是调查旭阁幕后主使之人。旭阁一个江湖组织，无端端杀了我朝这么多官员，朕不信此事与朝中之人毫无关联。哎，朕只是想拿掉这个虚设的名目，充盈国库，恩泽百姓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吴伦，还是要抓紧彻查此事。臣领命。臣从那杀手口中得知，他们自幼训练之处附近有很多干藤花。我和我妹妹也很少能说得上话，不过要是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就会去甘棠花的林子里闻着花香。此花为京城特有，因此臣怀疑这细雨阁的总部便设立在京郊附近，只是我想查清楚具体位置还需要一些时日。陛下，臣还查到了细雨阁的联络人灵九。啊，爷，这院里有人养鸟吗？养呗，越多越好。只是他很谨慎，跟了几次都没有任何发现。就没有别的进展了？臣此次在为平西王府置办烟花之时，发现璀璨坊和细雨阁似乎有所联动，可以继续追查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朕就给你下一道明旨，接着查平西王遇刺一事，帮朕好好搅和一下这潭死水。
朕倒是要看看谁沉不住气，冒出头来。臣明白。哦，对了，你留在身边那个细玉阁杀手，是不是已经处理掉了？陛下放心，那杀手对臣来说已毫无利用价值。昨夜臣便已经处理了。好，此事你既然要大刀阔斧去查，就绝不能留下任何把柄，明白吗？哎，朕本想把这幅字赐予你，哎，可惜了。哎呀，姑娘，这种小事儿交给小的就行了，何须您亲自动手啊？我想亲手给他做顿饭吃，他上次不也亲自下厨给我做了顿饭吃吗？你留在身边那个细玉阁杀手，是不是已经处理掉了？陛下放心，昨夜臣便已经处理了。你留在身边那个细玉阁杀手，是不是已经处理掉了？爹，听冯管家说，云裳姑娘给您做了饭，等您回去呢。不回了，先去璀璨坊，把他们老板给抓了。啊？不是。不是，爷，这也没人了呀。既然都没人了，那还不赶紧把这给炸了！快跑，爷！不是，爷，这也没人了呀。既然都没人了，那还不赶紧把这给炸了？爷现在看见这些烟花就闹心。明白了，爷，那我点了。快点点啊！点完赶紧跑，别被炸伤了。好。快跑，爷！带走。是。哎，我都是一买烟花的，你逮我干嘛呀？快走！哎，好妈妈，稍微轻点儿。不是，老几位，我无辜的，我真是无辜的啊！哎，你听我说呀，我妈也不知道啊。走。哎。他身上的红线怎么长到胸口了？爷，我发现杀手十八的胳膊上有和云裳姑娘一样的红线，然后那个红线一直在延长。从左手的手腕上往上蔓延，沿着手腕直到心口，今日好像离心脏更近了。到心脏了吗？看来我猜测的没错，细玉阁的下属如果完不成任务，这根红线便会是他们的催命符了。去审问一下璀璨坊老板，
是。爷，招了吗？我把杀手的尸体往璀璨方老板面前一扔，什么都没说呢，他直接全招了。璀璨方的幕后老板就是金鸡大营的大将军孙淼。这孙淼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以权谋私。苏大人拿了他。是。做完了，为什么还不离开？这里最安全，起码等过了这阵子搜捕再说吧。你今日来有何事？是阁主同意让云罗跟着我了吗？十八的任务没有完成，死了。最近有人查到了细雨阁的头上，京城不太平。你最好还是离开京城一段时日，避避风头。那云罗怎么样了？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。云罗，你还好吗？赶紧出去杀人呐！回禀阁主，十八确认是恶念发作身亡，而且我被跟踪了很多次，情况有点不太对劲。这个念四身手不错，看起来比他姐姐更有作为啊。阁主，您之前答应过念三，说如果他完成刺杀平西王的任务，就让念四跟着他做事情。我现在改变主意了，